就是自己的失误，就是自己的失误。我没想跟哈萨克那个，哈萨克那个我觉得手拉手了，我觉得就没太注意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觉得这种就低级失误吧，又犯了低级失误，就想法比较多了，可能就是包袱有点重了吧。可能之前前两场就是轻装上阵吧，现在可能所有人都说，哎呀，你拿三块拿三块，或者说，哎，肯定第一肯定第一，就这种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没有说绝对实力吧，就自己给自己想的多了，是还是把我当小透明吧。对，我其实比较习惯于当透明人，我不太喜欢当这种。现在就开始调整，就是出现错误，他就赶紧把后面的比赛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